得那个是直接会这样冲到嘴里的那个。It's a big head. Yeah, big head. Big turtle head. Sorry. 我完全对不起。I have big turtle head. Sorry. 海龟来帮忙。我告诉你，你先不要下来，因为这是软的。身为一只海龟，找这平衡木。哎，我怎么感觉这桥越抖越大力？这一直在抖，这一直在抖。行吗？行吗？这对你来讲应该是小 case 吧？但就是你讲的，因为它那个锁，你知道它最复杂的就是，它不是说让你可以直接这样走，它还是为了你的安全起见，就是你要走一段，然后你才能走另一段。Oh!